你刚刚听到那个人说什么吗？他说看到四次的画面。真的？对，我就。有红色的保险套，还有蓝色的保险套。哎，讲这么明白的吗？哎，你要哪一个？有没有保险套的吗？啊？哦，没有。哎，我们这里都注重安全。好耻哦，在台南路边开台。穿这样逛夜市有点赞，还不是你们喜欢我？他们才不会穿这样出门，好不好？我爸刚刚也是说你要穿这样出门哦，我就说对啊，看起来是很难停车的大东夜市，没错，因为我现在就在台南，所以礼拜二也只有大东有开啊，对啊，大五花大花这就大。然后再讲一件事，为什么要来大东夜市挑战臭豆腐？想说。我之前对臭豆腐印象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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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差，原因可能是出在我以前在台南的时候，闻到臭豆腐味道超级无敌臭，然后那时候我爸妈叫我吃一口，吃一口就啪全部吐出来。我觉得是台南臭豆腐的问题，是台南臭豆腐很难吃，所以我来评鉴一下，到底是真的难吃还是我的口味变了。对，我们今天主要的呢，现在去买大肠包小肠。哎，不知道台南夜市有大肠包小肠？哎，对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到底台南的大肠包小肠跟台北有什么？我记得台南大肠包小肠是没有香肠啊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大东夜市其实只有来过一次，大概是我19岁的时候。19岁，记得这么清楚。对啊，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来大东夜市，是因为那时候同事揪我来，然后就吃过那么一次，就再也没有踏过这里了。爸爸呢？爸爸回去啊。我们家人是不逛夜市的，就为什么我大东就只来过一次？哎，我想玩这个。好玩就玩。要不要玩一下？都可以一起玩。三局的。哎，我是隐藏的嘛。都可以一起玩啊。哎呦。哎，那边剩两颗哈，加油。老师挑战一下吧。哎呦。哎呦。哎，我还是挺强的嘛。我跟你说，还要玩一个三局一起玩。Nope。Nope。Nope。哎，我还是挺强的嘛。哎呦！我知道，要有力道，要有力道，大力打下去。哎呦！哎呦！来一个哦！哎呦！好呀！我终于！这个。我接客算吗？等一下，好难控制。我怎么就趴那么一点点？哎呦，有了一颗哦！哎呀，有两颗了。好酸哦！他那老店是多少？力量不够。哎呦！好像超级酸。这是一局吗？我已经累了。然后我的那个弓箭的那个姿势是从哪里练的吗？哪里？我之前 cosplay 桔梗。哦。就是弓超大嘛，我那个道具弓跟我一样高，然后我要变那个姿势。哎呦！超摇摆的脸。这么厉害。叫我台湾桔梗。啊哈哈！被骂。就是这个臭味让我很讨厌。正常臭豆腐该有的味道。台北也真的不会臭啊，台北也太臭会被告，原来是这样哦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哦，一天有时候卷起三四次。好，我们就吃那个臭豆腐，来看挑战。没错，我都吃那一间。你都吃那一间？对。60，谢谢。60，谢谢。这就是我认识的臭豆腐，你先闻一下。我现在还在分辨，然后我的脑中会一直出现臭香臭香问号。我觉得乍闻之下是我认识的臭味，可是又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，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香。
奇怪，就在我印象里面，臭豆腐再更臭一点，他们都还不是我记忆中那个超臭的臭豆腐。我不敢吃吗？也不是不敢吃，上次有在临江街夜市吃了一次，但就虽然觉得好像克服了，但在我记忆中，我觉得让我毕生难忘、有噩梦的臭豆腐是在哪？直接吃下去。我真的觉得台南的比较难吃。因为上次吃的那个其实味道很大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我上次吃的我可以接受啊。这个才是正宗的。这才是真正的臭豆腐。我在我们上次那个，它的味道有稍微调，让外国人比较。我再不行，我再试一次，配着菜一起吧。我把菜夹大块一点。没味道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我吃起来真的有那么点恶心。我们先去找大肠包小肠，顺便看看。Let's go！ 我看到了。对不对？啪啪啪啪就打脸。来，大家看怎么叫大肠包小肠？所以你以前吃的不是大肠包小肠，我吃的是糯米肠啊。对啊。啊，我人生一直以为大肠包小肠就是糯米肠。那我就吃一般的糯米肠。这里有个位置可以吃，不切。不是，我来演示一下，我以前高中的时候真的都是吃长这个样子的大肠包小肠，你要说。对，就是短短的。这有很短吗？不知道。这比台北的短啊，台北的比这个长吧。我们上次吃的那个就比较长啊。台南的味道。甜吗？甜的。台北都不会甜，放给聊天室吃。我有下面有小肉豆，对啊，莫名的觉得长得有点猥亵。你刚刚听到那个人说什么吗？他说看到四色的画面，真的？对，我就有色吗？我说好，不就是吃大肠包小肠吗？怎么了？吃大肠包小肠都很色食。就一句话，恶心了。他们好多人，还是我先来玩。是我在夜市花最多钱，但是游戏。拿完了。来，前面的美女要帮我一下，等一下嘞。那边需要教你怎么玩吗？我吗？来呀。那教的球算免费吗？第二排，哦，在那里啊，哎，有红色的保险套，还有蓝色的保险套，哎，讲这么明白的吗？哎，你要来，有没有保险套的吗？啊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这里都注重安全。红色、蓝色，红色好了。红色你好。有了，谢谢老板。好的，谢谢。哇，又可以抽一个给聊天室，好想要当钉钉。我好大声的讲了这句话，你不要让我不注意讲一些糟糕的话。哎，这个看起来很好玩，这个有妹子哎。肉一点的手感更好。哎呀，这个脚手对了。大家都是穿像你这样。你说都穿这样？对啊。然后也是短裤，那是好玩。我
餐厅没有套圈圈。我要玩。好妙！啊，我中了，高抗力。哇！然后我是超级拿人，被我自己吓到。我没有心理准备，你就中了。套住你，对啊。原本刚原本想要讲土味情话，套住你的心嘴，怎么可能就觉得有点丢脸？哎，这样丢感觉。哎，我刚撞在那个瓶颈上嘛，我刚撞在那个危险的瓶颈上，而且我是套下去然后弹出来。对啊。摔久会累。中了。啊？哈哈哈哈，弹回来就套到了。我坐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这边啊。啊，真的。好过分哦，这样也行。过分了吗？我还没看到。什么？我在那。我想要做 V 字。啊！中了！你又中了冰火。什么鬼？我在想要做这个 V 字，然后套前面的。啊，差不多了。我明天还要捞鱼，四点多要起床。然后我们走到那边，我去叫车。哎呦喂，手滑。丁丁，这里还有大只的呢，要不要再来做一只？嗯，谢谢手滑。这里有大只的丁丁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没有对丁丁很喜欢，是观众，你们害我被误会了。